来了，去看了整个这个体育学院，设施也好和项目也好，都是非常的国际化的。山东体育学院我之前在这里训练过，就是现在已经算是故地重游了，很熟悉，就是里面的所有场馆基本上都去过。今天算是认识了我们香港游泳队的一个之前的世青记录麦世廷，对，之前是只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没有见过真人。今天他也是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，我觉得好，我终于知道真人是谁了。保持专注，然后做好过程，集中注意力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专注度的方法。其实我们都在那个训练中练出来了，其实，然后主要我们每个人都挺厉害的，我觉得。得吃牌，需要整个人的合力，就是先是伸手，然后抱拳，然后推手，别动加多，别伸，这样带动腰一起。先用右手，腰伤。好。腕也要支撑住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推手就要跟身体平行的时候。手就可以往上拿了，然后手在空中都是放松的，这样往前拿。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其实能够跟大家近距离的互动，有一些比较有梗的环节，然后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尝试，也是扮成了一个中年男子。我们在后台也拍了很多照片了，我也说下次可以多体验一下这样的环节。好，那我也挺好的。那你呢？我也还行。哦，还行。今天我觉得非常棒。他们这种热情。虽然很短，但是他那个刺激性比较大，他们拉了很多长球啊，就有很多兴奋点咯。艺术体操的话他就比较优美，因为他虽然很短，但是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
絲帶啦，同埋球啦，咁呢啲嘅話，平時其實我哋冇乜機會睇嘅，咁我覺得都好特別咯。在平常的賽場上很少見到這樣的形式，然後，以這樣一種表演形式來進行對決，還是很新奇的一種方式。